泡椒、泡姜、酸笋、酸豆角、酸菜梗切碎备用。茄切片，蒜切片备用。烧热下菜籽油，烧热下泡椒和各类泡菜，炒出酸气。一次性加足够量的热水，生抽、蚝油、酸汤酱、白砂糖煮开。下黄谷鱼、米酒，盖上锅盖，大火煮开，转小火煮8分钟。8分钟后，试味，决定加不加盐。再煮3分钟，加蒜片、葱片，煮30秒，装盘即可。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。酸辣开胃的酸汤黄谷鱼就做好了，快来试试吧。